放行啊，只是因为我们给太了，所以就想就是跟大家交代一下。然后因为觉得我们都不想隐瞒什么嘛，因为我们之前都说过，如果我们拍拖的话，我们会公开。因为我觉得拍拖，我们都觉得拍拖是很正常，我们都是正常人啊，正常人拍拖也没需要人们啊，我们都男未婚女未嫁，没什么需要人们的。即系大家都夹定咗俾人影到就要公开。对对对。因为我们大家都认定对方。哦，咁样之前都喺屋企上咗屋企见到家长食咗饭。也没有见家长啦，可是他们都见过面，也不是特意去说什么见家长啊之类的，可是都见过了，都。怕唔怕有催婚啊？也没有，他们都没有，两方都没有，我们都很随意很舒服，因为我们都是法系的。佛系对，佛系对。咁啊，依家疫情咁样大家又要忙拍嘢，冇机会都一齐去旅行。去旅行应该不会了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嘛。然后他就很忙，年尾应该很忙，他会，所以就应该不会了。可是下年看看哦，对，明年看看有没有机会。